我现在很高兴地告诉大家，香港有选手进入定选阶段，而且不止一人，啊，有男有女。那么下个月呢，国家就会派人到香港来，啊，对于这个候选人的情况呢，做进一步的了解。那么我们期待，啊，今年年内会有好消息公布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